延续美术馆的策展精神，希望能够为市民朋友提供文化交流。裸泰登美术馆典藏大展于高雄市立美术馆开展，结合许多公部门与民间部门的资源，展出了艺术品多样且丰富。高雄市副市长史哲也期许借由频繁的文化交流与世界文化接轨。我想我们不但延续了过去美术馆的许多的专业策展的精神，而且我想我们在行政法案后的一年，我想高美馆首次能够跟这个国际我想重量级的泰登美术馆这样子的国际合作，所以我想这次的合作代表了一个我们向市民也向台湾文化界来证明说，其实我们在走行政法人这样子的路上，我们只会比过去更好。本次特展是高雄市立美术馆于行政法改之后第一档国际大展，市府更倾心投入多样资源，促成伦敦泰德美术馆能将馆藏移至台湾开展，令台湾民众能不用飞出国，行人欣赏闻名世界的艺术品。而展期至10月28号结束，请民众踊跃参观。此方新闻台记者林高雄采访报道。